们桂林平乐的这个车站县里面的这个车站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旁边还有个酒店，坐不到车的话就只能在这住一个晚上，多方便。你看他们设置的还是挺有想象力的啊。废话不多说了，现在进站买票，出发去东莞打螺丝了。现在啊，给这个小九妹发条信息，免得她担心，因为我从她那里出来的时候没有给她说嘛，这样的话她会很担心的，给她发条信息吧。小九妹，我现在已经到车站了，在你那里住了两个晚上，麻烦你了，谢谢你的照顾和关心啊，我现在已经到车站了，没事了。东莞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工作这一块也联系好了，然后住宿这一块也搞定了，因为我之前在东莞那边租有房子嘛，我一直没退。工资这一块呢是10000块钱一个月，因为我之前是做的品质主管，所以说10000块钱一个月我觉得不高，但很多人都说打螺丝没有10000块钱一个月。那你看你是打的什么螺丝，如果你是真正做员工那种，的确的确没有10000块钱一个月，但我做的是品质主管，10000块钱一个月，我对于我来说说真的不高，毕竟我在那个行业做了差不多10年吧，所以说你有付出就有回报，10000块钱对于我来说不高，因为我有工作经验嘛，如果我没有工作经验，我老板也不会应聘我回去，也不会说给我那么高的工资，是不是？如果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去那里，最多给个5000-6000嘛，但我不一样啊，我是老员工，是老油条，然后工作经验也有没不说10年，也有8-9年了吧，所以说1000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吧，也不算高也不算低，因为他还要买社保啊，还要生活费这一块呀、啊、总的来说比农村要好吧，比在小勇那里要好吧，因为打螺丝说真的每个月他会到时到点的给你发工资，然后到时到点的下班，然后创业这块就很不稳定了，有亏有赚，反正各有各的好吧，也没有说创业不好，如果你创成功了的确好。小姐妹已经给我回复信息了，叫我注意安全路上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时间也快到了，我要进站那个坐车去东莞了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写信，像风走了万里。